交接应信。
各位先进，各位贵宾，以及出席今天就职典礼159个政党的主席及代表们，大家好。今天是国光就职天命政党进入大联盟总主席的日子。首先，我在这里表达欢迎各位莅临指导之意。同时，5月20号刚过，大家都知道是执政党蔡英文总统就职满1周年的日子，同时也是中国国民党党主席新任党主席的产生的日子，可以说是中华民国政治上风生水起的关键时刻。许多媒体及评论家都说，当前台湾是最艰难的时刻，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是我们最难得的机会，这是所谓小党也能办大事机会来的。大家常说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此刻就是我们团结在一起，一起努力达到我们共同信念的时刻。这是一个行动的开始，是多年来各位政党主席的理念推广以及实践的开始。在台湾有超过300个政党，小党的政治资源非常的有限，我们白党在此结盟，基于尊重各政党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我们把头颅掰两边，把台湾人民的利益摆中间，台湾人民优先，我们要一起努力让台湾再次强大。今天在台湾，老百姓已经开始不在乎是谁在当总统，因为不管选蓝还是选绿，今天的生活都比往年过得还不好。可以说大部分的老百姓生活是一年不如一年。20年前我离开台湾出外去打拼，我记得那时候一般基层的老百姓每个月的收入是3万块钱台币。20年后我回到台湾，我们绝大部分的老百姓每个月的收入还是3万多块钱台币。大家想想，20年前的3万块台币跟现在的3万块台币能买的东西差多少？台湾不但没有进步，还退步了。菲律宾有一个代名词叫菲佣，佣就是佣的奴才的意思。前阵子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向台湾谈话，欢迎台劳到菲律宾打工。我感觉台湾在按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不出10年，台湾的代名词也有可能叫台佣。当我们的经济衰败了以后，台湾的老百姓很有可能就要出去当人家的佣人，当人家的奴才。所以今后只有能够接上低薪的政策，才能受到民众的关注与欢迎。因此我们希望今后我们能够着重在关注台湾的各项经济民生政策以及社会发展政策。经济民生发展问题就是老百姓赚钱的问题，就是要如何让老百姓都能够赚得到钱，感觉到自己的日子过得是幸福的。去年新政府上台以后推动的新南向政策，希望整合台商力量强化经济动能，作为在野党政府推动跟协助企业发展，
帮助百姓赚钱的事，我们都要给予大力支持。同时，我们更关注到了中国大陆正在大力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建设的项目。我们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与大陆倡导的“一带一路”的基本思维，都是在推动经济发展。大家想想看，如果两者能够相加起来，成为新的经济合作模式，那将是两岸最好的双赢策略。因此，我们应该推动两岸协作迈向全世界的工作。社会发展问题，首重社会稳定和谐，就是要让老百姓感到生活安定，有安全感，免于恐惧。老百姓乐于祈祷将来会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在了解经济政策和社会和谐问题的本质后，我们将邀请学者专家发展一套全民幸福指标，透过民意调查，每季定期发布调查结果，让全国民众在极端的统独政治议题之外，还能够有幸福感的感受。要通过每次调查的结果发布会，提出政策建议给政府，作为未来施政的参考方向。在两岸工作上，我们认为，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都已经回避不了中国大陆，台湾就在中国大陆的旁边，更不可能回避得了。既然回避不了，全民幸福正好大联盟，我们全力支持政府，不管任何一个政党执政，都应该勇敢站出来面对共产党，而且要主动跟共产党接触，跟共产党谈判，为台湾争取最大的发展空间，为台湾老百姓争取最大的福利。今天我们要告诉台湾老百姓，台湾不是只有蓝，不是只有绿，更不是只有红，台湾还有一大批坚信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政党。今天白党在此聚会，便推举刘光担任全民幸福政党大联盟总主席。大家不畏风，大家不畏师，只畏公；不畏党，只畏民。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全民的幸福勇往迈进。在此之最后，在此敬祝各位政党领袖、各位先进、各位嘉宾政工康泰，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